俄罗斯世界杯虽然结束了，但各位球迷们不用担心没球可看。欧冠、意甲联赛战火升级，各路豪强全力厮杀，全世界的球迷依旧疯狂。18-19赛季意甲联赛已战罢三轮，新赛季的欧冠小组赛也即将展开争夺。面对如此精彩激烈的赛事，坐在电视机前观战肯定不过瘾，不如投身赛场，与当地球迷一起为自己热爱的球队加油呐喊。8月26日 ,18-19 赛季意甲第二轮比赛中，国米主场以2-2战平都灵，图为国米球员德弗里伊在进球后庆祝。新华网体育，国米作为一支有110多年历史的传奇球队，每一位内拉祖里都渴望能有一次机会亲临米兰梅阿查球场，参观国米奖杯收藏室，与国米球星亲密接触。同场过招驴妈妈旅游网作为国米官方独家全球旅行合作伙伴，上面的愿望都能为内拉祖里们实现。大家有没有看到佩里西奇在向吕小兰招手，快跟随驴妈妈一起去看国米追梦意大利，畅游欧洲，为热爱出发，零距离亲临赛场，亲临米兰梅阿查球场，零距离鉴赏奖杯，参观国米奖杯收藏室，零距离接触球星和传奇球星拍照留影，零距离亲笔签名或大牌球星亲笔签名，国米饕餮盛宴首发团。各位内拉祖里注意了，意甲球场巡礼，国米饕餮盛宴，驴妈妈国米体验式旅行首发团即将于10月19日盛大启程，君临城下特意等你。克罗地亚意大利11日9晚深度游首发团，10月19日上海出发，18800元起人。意甲球场巡礼，梅阿查球场，马克西米尔球场，国米饕餮之宴，现场专属坐席观赛，球星进场全体验，限量国米商店8折贵宾卡，乘坐阿联酋航空 A380 空中巨无霸客机，全程品质4星酒，店家意大利游轮，威尼斯墨鱼面，克罗地亚生蚝餐，16湖烤乳猪餐，诺莫下午茶，扫码立即下单，下单满额享好礼，下单礼遇，现在下单购买国米主题相关线路，赠送驴妈妈新国米独家定制球迷礼包、 T 恤加围巾加背包，满额赠礼。一游未尽，意大利大城小镇11日9晚舒享游，上海出发18800元起人，在圣西罗梅阿查球场开始比赛日漫游，体验法拉利时尚高铁 IPALO， 全程品质4星酒店，舌尖上的意大利墨鱼之面，披萨餐碗，米兰、威尼斯、罗马、卡布里岛、阿马菲海岸，扫码立即下单，一名惊人品味。法瑞12日10晚舒享由上海出发25500元起人，在圣西罗球场开始比赛日漫游并观看比赛，全程品质4星酒店，含一晚瑞士温泉酒店，晚罗马、佛罗伦萨、威尼斯、米兰、琉森、因特拉肯、茨雷西门、蒙特勒、巴黎，扫码立即下单，一往情深。意大利西西里岛11日9晚深度由上海出发28800元起人，湾罗马、庞贝、索伦托、阿马菲海岸、那不勒斯、巴勒莫、阿格里真托、希拉库萨、陶尔米纳、巴勒莫、米兰，扫码立即下单，众里寻他意。人行走在瑞士9日7晚深度由上海出发23980元起人，正对主席台的两层专属看台观赛，古罗马式水疗、米兰水疗之旅，瑞士全境火车交通，乘坐景观列车，市区酒店，交通方便，打卡星球大战取景地科莫湖，马米兰、科莫湖、贝林佐纳、卢加诺、刘森、因特拉肯、蒙特勒、洛桑、日内瓦，扫码立即下单。